黄宝琪，你在跟猪猪干嘛？猪猪在干嘛？他在吃你手手，你摸摸他的头看看。好。黄宝琪，你看金刚鹦鹉啊，前面有金刚鹦鹉，你要不要看？我有看到小鸡哦，我有看。是啊。我在那边看到小鸡，你看小鸡出来了。哦，小鸡出来了，小鸡出来了，有看到了。好好好，走，我们进去吧，我们进去天空里面吧。什么？走啦，我们进去喽。你看，弟弟，你看后面有一台出租车。然后把小鸡等进去。等一下哦。不对。对啊。进去玩了，进去玩了。再给他穿衣服。假的，对吗？对啊，对啊。他不动的。对，他不会动的。